加方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，以莫须有的安全风险为借口，将有关中国企业排除在加拿大市场之外。此举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自由贸易规则，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。中方对此坚决反对，将进行全面严肃的评估。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，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。